大家早上好，安迪伯勒今天就来分享分享。安迪伯勒就是很多年了，我就是看到 Facebook 教导我们怎么用花露水啊，花露水95 ml 就是差不多12块钱。还有我这个大大瓶的这个就是我的百处便宜的，就是拿来洗东西的。今天呢，安迪伯勒来介绍就是怎样把这两样东西加起来哦，就可以成为 Air Freshener 清香器。OK， 因为其实这种东西我们不用把那些比较化学的嘛，这种东西是比较普遍的，我们都用得到。因为我也蛮喜欢用百处洗东西的，所以我就买这样大的。volume 的咯，5L的跟这个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大家怎么用这两样东西加起来变成清香液，就是 Air Freshener。其实这一个花露水哦 ，up to 你们了。其实我也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是说，看看它要加多少。那这个瓶子哦，这个奶装东西的啦，我就差不多有一个两汤匙、三汤匙了哦，两三汤匙这样加，给两三汤匙，就放一个三汤匙吧。你看这样子的，哦，我们拿这个买大瓶的了，这个白醋哦，加就像。白醋2份呐、啊，这个花露水1份啊，刚好过后也是蛮容易的咯，就把它加入这个喷剂器里面啊。你看，其实这样有时太浓，你看，到这里嘛，加一点水，哇，更清香。所以有时候我忘记我哪里都可以用了，放哪里可以用呢？厕所是最好的，一般都现在我做了，我在厨房里面，又有醋。又有这个花露水的味道，厕所呢？我觉得厕所好用，厕所很可以用。现在我碰我的厨房，我用了就没有这么多烟油味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家里啊，有多烟味什么，我们煮过后，抹了的喷喷一下，这个就是我每次用的东西，而且不用去买。OK， 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你们有什么好介绍、好看通哦？哎，刚才不是讲了，我们也在这里可以分享的嘛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。